如何制作四叶草？既然发现四叶草的概率是10万分之1，那么何不自己动手制作四叶草，把幸运带给朋友和自己？你将需要绿色长纸条、剪刀。第一步，将长纸条对折。一端上的角对折，对折，再对折。打开后呈米字折痕。第二步，沿中线剪梗到米字折痕中心点。再剪出叶子的边缘。第三步，将叶子剪成爱心形。打开后将叶子剪开。第四步，将叶子折成凹面。一片叶子就完成了。提示，多做几片组合在一起更好看。你知道吗？第一片叶子代表真爱，第二片叶子代表健康，第三片叶子代表荣誉，第四片叶子代表幸福。